这个有没有回数票买啊？我常常台北宜兰这样跑啊，可是就是我就这样一张一张缴，麻烦又没有回数票，我觉得900块买平安很划算啊。嗨，你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要开单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开单没问题 ，OK， 你的职责之所在，我知道 ，OK， 我知道没有开放，可是我的权利爱你的职责，所以我还是会走，没问题，我妈会缴，给她一个健康完整的儿子，她 OK 啦。哎，你挡到我后视镜，我看不到后面。台一线、台三线、台七线、台七甲、台十一线，每一条路不要讲说重机啦，50cc 的车、125cc 的车，大家都可以开，大家都可以骑。那为什么台九线不行？为什么现在以前的台九线是旧苏花，现在的台九线是苏花改？那这既然是省道，为什么摩托车不能骑上去？然后到现在连砂石车、连接车都可以上去了，可是骑两轮的就不行。苏花改上面的，苏花改上面发生的事故，那些事故是因为超速造成，是因为两轮造成的吗？都是不是看到的新闻，不都是因为砂石车超重、刹车不及、逆向，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打滑，然后整条路封路，或者是落石，或者是坍方，有一条安全的路能够让我回家，能够让我去花莲，这为什么我不走这条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要收费，要收费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，你开，你开 ，OK，OK，、OK, OK、这个有没有回数票买啊？我常常台北宜兰这样跑啊，可是。就是我就这样一张一张缴，麻烦又没有回数票，我觉得900块买平安很划算啊。